喂，嗱，大家時間關係咧，我就一路行一路上咧，就唔喺度好傻咁樣一路開始。咁啊，玩具 TV 新聞報道啊，我哋記者 Brian Low 嚟啦。聽唔聽到聲啊？聽到子龍把聲。嗱，子龍今日咧就唔係用我哋 TV 嘅，子龍今日咧就嚟做。子龍咧今日咧就嚟做咧咩咧？就係做一個咧 MC 嘅，咁我影一俾大家睇先。有呢啲咧叫做咧揦嘢扮冇嘢。OK， 咁咧就阿蘇都喺隔離噶啦。我租喺度啊！嗱，我喺下面開始影相嚟啦，已經啱啊！我係遲到，係啊，遲到扮準時嗰啲咧。咁啊，朱龍啱啱頭先朱龍就灰咗啦，咁啊，好聽完歌仔咯喎，可能其實頭先大家睇見咗，咁我哋可以一路咁樣陪審下啲位置啊，咁即係當然收住佢哋。官方，因為官方個記者會大概係半小時到啦，咁我一見現場雜音都冇乜嘅咯。咁係啦，咁可以收到我哋啲聲嘅。咁今日今次有話題喎。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上次冇。越複雜係越。朋友，聽唔聽到我把聲啊？不如聽到我俾少啲掌聲俾我，知道你哋聽到。係啦，咁今日咧好開心啦，喺度同大家一齊咧見證住一個新嘅里程碑啦。咁啊，大家平時去 UA 睇電影，咁啊睇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影作品啦，動畫都可能會㗎。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就係喺 UA 戲院呢度啦，同大家一齊見證住首重老師嘅銅像啦，要揭幕。咁啊，成個活動啦，由東京玩具啦係主辦嘅。咁我諗對於好多朋友嚟講，都應該非常之認識首重老師啦。因為佢唔單止係讀醫啦，亦都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成就啦。接住落嚟，佢亦都不遺餘力發展好多動畫、漫畫嘅業務，當中啦就將好多電影嘅鏡頭運用啦擺咗喺漫畫，亦都將好多動畫嘅製作模式啦係發展到今時今日都仍然用緊噶。咁啊，所以啦可以講話係對於成個日本嘅動畫、漫畫嘅業界啦係推動咗好多。更加有粉絲認為啦，首重老師咧就係動漫之神添啊！咁而一陣間咧，我哋即將咧就會揭幕就係首重老師嘅銅像，以佢自畫像嘅模式咧，係第一次喺全球咧係公開俾大家見證到噶。咁啊，開始之前咧都要介紹一下東京玩具，相信大家都對呢個名字咦熟悉得嚟啦，又覺得幾有新鮮感喎。咁啊，係乜嘢呢？咁大家都見得到啦，喺旁邊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玩具啦，都係出自東京玩具嘅製作嘅手筆嘅。咁啊，嚟緊咧都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啦，首重系列嘅玩具啦，即將啦會同大家見面。咁啊，開始之前咧，我哋喺呢個時候就用熱烈掌聲歡迎東京玩具嘅 Kevin 同我哋作出分享，歡迎 Kevin。Hi Kevin。我好開心可以代表東京玩具出席呢個活動啦。咁我首先介紹一下東京玩具係咩嚟先。我哋大概兩年前，我哋就成功都攞到首重公司嘅批准，就所以我哋致力就吸出咗唔同嘅朗膠 figure 啦，同埋合金 figure 嘅。有興趣嘅可以之後影相同埋UA 亦都有售嘅，可以喺呢度購買。然之後今年是首重90周年啦，我哋公司好希望出一分力，所以就舉辦咗今次嘅活動。咁其實今次咧就係我哋同 UA 第一次合作。點解會出成今次嘅合作呢？其實係因為 UA 嘅 Cine Hub 就搞呢個首重自從誕生90周年嘅電影回顧展啦，而我哋亦都着手搞緊呢個首重自從嘅銅像自畫像嘅銅像。咁好順理成章，咁我哋就傾掂咗今次嘅合作。咁點解我哋搞呢個銅像呢？其實喺我哋出小飛俠啊、怪醫黑傑克之嘅時候，已經覺得首重老師係一個好值得尊敬嘅人物，而佢嘅自畫像係好應該有一個 figure 去表達嘅。然之後咧，
好多 figure 就我哋覺得 figure 係唔夠尊貴啦，所以就一定要出一個銅像去紀念首創老師。咁喺雖然話合作到係好事，但係其實我哋係只有一個月時間嘅準備，然之後我哋亦都遇到呢個聖誕嘅長假啦，就令到我哋嘅時間好緊迫嘅。咁但係我好彩有一班好好嘅同事啦，幫我哋統籌，然之後亦都多謝 UA 嘅 Jazz 努力嘅配合。咁我喺度講聲多謝，然之後多謝大家嘅嚟臨啦，同埋支持我哋今次活動，亦都多謝日本嘅出席同埋支持。多謝。Thank you， 唔該曬 Kevin 啊，聽到我把聲啦。OK， 咁啊，接住落嚟啦，我哋香港嘅代表同大家傾咗幾句偈之後啦，我哋當然要揾翻嚟自日本手足製公司嘅部長內藤出先生同大家傾幾句嘅。謝謝，我們掌聲邀請內藤出先生。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日本手足公司内藤，今天刚到香港。就是我作为日本收租公司说几句话。今天特别感谢你们来参加这次收租集中集与诞生90周年电影回顾展，还有那个特别感谢东京都举办这次活动。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我是1995年来收总公司开始工作。收总先生89年已经去世了，所以太可惜了，我没有碰到收总集中先生。但是我以前在那个有一家日本的大集团公司工作，那时候他的女儿手塚留美子，手塚留美子就是他是一个同事。那时候我姐姐跟那个留美子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同事跟留美子一起开阿多木展览会。以后收总公司就是我的朋友介绍收总公司来收总公司就是工作。我的事不用不说了。收总先生是1928年7月3号，就是90年前，他出生在日本大阪。11月3号是日本的又一个红利，是文化节。还有一个，11月3号是日本最重要的、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呢？是日本漫画节。为什么11月3号是日本的漫画节呢？因为收总先生的出生在11月3号，所以日本规定11月3号是日本漫画节。今天我讲就是收总先生的一件事，就是比较曝光，就是秘密的事。坦白说，收总先生有两个太太。一个太太，还有一个小老婆，就是他以前自己说，一个太太是什么？一位太太，他自己说了，我有两个那个老婆，一个老婆是漫画，还有一个老婆是动画，他自己说，所以那个老婆，他有两个老婆。所以你们今天可以看到3片收总先生的小老婆，今天好好看一下收总先生的
老仪态服老的话，今天特别感谢你们，谢谢。Thank you， 请留步，我们一起来谈谈聊聊。不如俾掌声啦，估唔到茂强老师国语系咁厉害嘅，非常厉害，你的读法很厉害。那陈老师，你自己喜欢他哪一部的作品呢？我最喜欢是这个《火之鸟》哦，《火之鸟》。因为啊，我的爸，毕竟我的爸爸也出现了，他最中意。但是我的爸爸就是很喜欢《火之鸟》，所以我的家里都有那个《火之鸟》的漫画，所以我从小学的时候已经看到《火之鸟》。但是火之鸟的故事你可能是你们都看过，说火之鸟是日本历史的内容，所以我好好看了火之鸟，所以我的历史的成绩很特别。哦，想不到想不到，原来火之鸟里面有好多日本历史的内容，咁所以咧令到代藤老师嘅历史成绩非常之好噶。咁另外都知道啦，头先有提到啦，11月3号喺日本啦就成为呢个漫画嘅节日啦。咁今年90周年喺日本有冇一啲特别嘅纪念活动为老师呢？今年就是90周年吧，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活动为老师准备呢？因为就是90周年，日本也开始就是发火了，因为以前就是两家百货店，一个是新宿高島屋开始就是活动90周年活动，还有一个是日本伊勢丹百货店，就是1月3号有活动，就是还有两家公司计划开活动，但是这是还没签字，所以不可以说。OK， 咁大约有两个已经确定咗啦，另外有两个咧就计划当中，就未可以透露嘅。咁如果大家都系手冲老师嘅粉丝，就要留意住接住落嚟嘅纪念活动啦。最后一条问题啦，最后一条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将会公布这个铜像，对吗？那你对整个事情全球首次曝光？公开的公布这个铜像有什么感觉呢？铜像就是在这里准备节目啊。我还没看到。还没看到。我还没看到，怎么说呢？OK， 那没看到的，所以他都没透露。应该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吧。一定100%。要不然的话，我选我的部下选 B。那期待兴奋吗？兴奋吗？普通的，谢谢谢谢大众老师，谢谢。好，请问我们还有纪念品要送给你的，咁接住落嚟时间啦，我哋都邀请啦，系啦，东京玩具嘅代表啦，为我哋将今次呢个特别嘅纪念品咧，就送俾我哋内藤老师，系啦，我都可以帮你收你支麦先，好。好啦，咁我们一起站过台的中间两步，好吗？我们往左边走2步。系啦，我哋一齐向左边行2步。咁咁多朋友，我哋而家咧就将呢个好有纪念价值嘅项目咧，就颁发俾我哋嚟自日本手冲制作单位部长嘅内藤出先生啊。咁见得到呢两个嘅少少嘅纪念品啊，外少少，但系实质上咧用咗好多好多制作时间啦、心机成本摆咗落去嘅。特别咧系手冲老师嘅自画像，佢手上面都系捧住一个小飞侠阿童木。你想想咁細個，仲要見到佢眼耳口鼻有埋嘴啊，有埋手腳咧，的確係唔容易噶。好，咁喺呢個時候，我哋不如一齊望住正中間影翻張相。我們看着中間來個合照，1、2、3，好，左邊的，我們一起看着左邊的，對，1、2、3，好，謝謝。好，還有右邊的這裡，1、2、3，好，最後再來中間。准备1、2、3 ，OK， 好，咁啊，唔该晒咁多位，我谂好多朋友仔咧都对呢两个嘅少少嘅模型啦，或者少少嘅铜像嘅模型啦，都好有兴趣。咁我知道限量发售嘅，不过啦，与其我讲，不如俾段片段大家睇下佢当中嘅制作过程系点样样，而一阵间都邀请东京玩具嘅同事咧同我哋分享下究竟点样样先可以购买得到咯。好，我哋一齐去片睇一睇究竟成个玩具嘅制作过程系点啦。
會喺3月嘅時候會推出，所以大家敬請期待。三月嘅時候會推出啦。OK， Kevin 都留一留步先啦，都要問多你幾句啦，因為咧見得到啦，成個銅像嘅製作過程啦，都非常之精密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佢當中製作嘅難度係乜嘢咧？咁當然啦，當然啦，嗰隻手衝手上面嗰隻小飛俠其實係好難做嘅。我哋當初諗住揾廠去做，其實佢係有難度。之後我哋就投靠呢個 3D 技術。咁佢哋如果 3D 編到出嚟之後，我哋先至可以編到咁細隻嘢出嚟啦。咁所以個難度就係佢太細咯。細就係個難度啦。咁今次係咪全面公開發售定係都係限量嘅作品嚟嘅咧？將會全面公開發售嘅呢隻金色，但係我哋遲啲鐵幕嘅嗰隻銅像咧，就會係限量發售嘅。哦，即係一陣間我哋準備見到嗰隻就限量，好似限量每一個版本一隻啫，係咪啊？哇 ，OK， 咁啊，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啊，不如嗱，臨開始揭幕之前，都我同我哋預告兩句，係啦，究竟未來有啲咩產品即將會面世咧？係啦，我哋嚟緊咧，亦都會繼續朗膠呢條線啦，我哋會出多啲朗膠方面嘅產品。OK， 好，咁啊，繼續係朗膠嘅。接住落，我哋事不宜遲啦，即刻咧就將我哋嘅銅像啦移到我哋嘅台嘅正中間先啊！咁啊，準備啦，係全球啦第一次同大家一齊見面，我哋手衝老師。在漫畫作品裏面自畫像的銅像啦，咁啊全球第一次啦，係俾大家見到。大家要擘大眼睛啊！好，睇住小心條線啊！好，慢慢 ，OK。哇！同一時間，我哋亦都邀請啦，來自手衝製作公司嘅部長奈藤春先生、奈藤老師。我们来到我们的台中间，仲有啦，我哋东京玩具嘅制作总监夏姐一齐啦，准备为我哋呢个活动啦揭幕啦。好，我哋不如一齐啦，我们用手拿着，对，我们一起往后翻，准备，我哋准备一齐手见证住我哋香港玩具另一个新嘅高峰啦噃，准备，一、二、三，哇！我们把整个布都拉后，对，把它反过来，对，哇，看得到今次这个来自东京玩具制作的铜像造型呢，就是以手冲老师的自画像来制作的。那同时间我们邀请是啦，韩姐可以留步，是啦，还有奈藤老师都留步，奈藤先生站在中间，我们一起来个合照。好，我们一起来拍张合照。首先有提過啦，今次呢個銅像咧會限量發售啦，聞説啦，有一隻咧就會送翻去日本啦，有一隻咧就會喺香港啦，仲有一隻咧可以俾大家買噶嘛。咁啊，如果大家都想係啦，都想得到呢個咁珍貴嘅銅像嘅話啦，留意我哋一間咧播完片段之後啦，就會同大家公布多啲嘅。咁喺呢度我哋再同大家影一影相先嚇，我們先看右邊嘅，準備一、二、三。好，中间，再来一、二、左三，左你见到好右啊，左边，一、二、三，好，再来中间最后一张，一、二、三，好，最后啦，我哋亦都邀请啦，我哋香港东京玩具嘅成员啦，系啦，我哋嘅制作单位啦，再嚟自日本嘅单位都一齐嚟翻张大合照，好唔好啊？好，一齐嚟啦，我哋。咁啊，今次亦都要多謝啦 ，UA Cinema 啦，因為啦，成個活動啦 ，UA 啦係佔咗好重要嘅部分。未來啦，大家由呢個一月，其實如果睇 Backdrop 都知道啦，12月開始已經啦係有我哋手衝老師90周年嘅紀念片段啦，係播俾大家睇嘅。當中包括有小飛俠啦、藍寶石王子、1001夜物語、埃及妖後、悲傷的貝拉朵拉。咁啊，分別喺我哋表示旺角啦。我想問咧，收唔收到聲啊，各位？我用咗麥，我用咗麥。我哋一齊側身企，我哋面向個銅像側身企。我用咗支麥，有冇人應一應我咧？我睇下收唔收到聲。咁因為我一間預咧，可能有少少埋身訪問，但係未知。準備。睇 Thank you 阿甲啊，你真係等條 TV 一份子。三。
今次啦，香港都真係非常之厲害啊！好，右邊，右邊準備一，呢個又阿迪，二三，好，左邊，左邊，一二三，哦哇 ，OK， 好，最後中間再來，最後一張中間的，一二三，主演。啊、子龙嘅师友好专业啊！好，接住落嚟时间我哋邀请啦我哋嘅成员一齐可以去到我哋嘅戏院咧，准备欣赏接住落嚟嘅片段啦。如果大家咁多记者朋友们都有问题嘅话啦，可以多谢你啊！隔义工团系啊，基本上大家都系义工。我哋咧，今日子龙嘅身份就系 MC， 就唔系玩具 TV 嘅。咁啊，有关玩具嘅各类活动啊，咁子龙都系界别入边一个啊最稳阵、最专业嘅师爷之一啦。相信都系顶尖。咁當然啦，你揾換個 TV 做師，我哋都唔拘嘅。你唔教我哋比較有型咧，冇問題。咁啊，接下來時間咧都歡迎。係啊，子龍嗰啲大場面啊，啱啊！我哋成個 TV 嘅團隊咧就中意係玩啲個人啲嘅嘢。OK， 咁一陣間再埋去咧近少少影一影啊！啊，咧個個都擁埋影啦。呢個同學其實尋日我嚟過咧，都未見到有嘅。其實尋日小弟嚟嗰陣已經偷影曬在場嗰啲玩具㗎啦，因為佢就冇冚住嘅嗰啲頭先嗰啲，咁咧嗰啲就其實之前部分公布過嘅，咁但係有很多都係新嘅玩具，係咪？不如俾朋友記者朋友影幾張相先。係啊，我哋不如先邀請左前面有個字。哦，係 ，OK， 好，咁啊都睇下左前面有字，我影一影先啦，因為要等啲揸機朋友啦，而家都唔知邊啲係記者或者係 fans 又會網上媒體又會報章雜誌又會嗱，一嘗試影到睇下先，都偷偷地影到啲呢個咩字？哦，九十周年紀念嗰個字體嚟嘅，就係、是、我哋頭先之前啲相都有。相、okay, 信大家而家都好熱情啊！對於老師呢個銅像，咁我哋啦。幾型仔喎真係！銅仔呢個銅像呢個概念都幾好，比較矜貴啲。行到入嚟咧，會有一個 area 啦，俾大家可以同老師近距離啦，係有5分鐘嘅直接嘅訪問。即係 iPhone 嘅博大精深啊！都可以。頭先你諗你多，我哋用 iPhone 做咗個特別嘅效果，好笑。不過好彩冇整到落阿手聰老師嘅銅像度啊，整即係整咗現場一個海報。啲女仔喺頭上面啫，幾驚整啊！子龍嗰度幾驚係，不過子龍都 OK 嘅，都可以玩下嘅。最緊唔好整到啲嘉賓嗰度咧。可以拎住你張飛，去到我哋 Fitness Show 對面嘅影院。好啦，咁我哋都亦都準備啦，5分鐘之後咧就會開場。我哋再影翻嗰邊佢先，趁而家大家喺度好專注去影嗰度，我哋影呢邊啊。唔好爭。開放咗俾咁多位來賓咁樣。好，我哋呢邊。大家可以去到 Fitness Show。我哋呢邊咧，頭先有人讚呢個老師嘅經典作品啊！要俾個麥阿租先。你聽講你都係，聽講阿租你都係，聽講阿租你都係小飛俠手中老師啲 fans 喎，係咪啊？咁係我年代嘅產物嚟噶嘛，咁細個都有睇過嘅，係啊。俾啲評語啦，租咁樣。呢 set 嘢咧，其實如果冇記錯咧，上次喺 ACG 就已經係發布過啦。咁唯獨呢只漫畫，好，唔該曬。咁呢個印咗啲漫畫上去嘅呢一個版本咧，我就第一次見喎。係啊，我依個第一次見，我真係第一次。係，後邊嗰扎見過嘅。係啦，後邊嗰扎咧就應該係舊年嘅 ACG 就發布過啦。咁我都接觸過呢啲嘅 figure 嘅，咁佢係合金嘅，即係都有啲重量咁樣嘅。咁我估呢一隻就應該係特別版啦，咁可能就係九十周年啊，定乜嘢？咁佢但係佢寫又寫70周年紀念。好，我哋最後先走啦。1000蚊啊，合金啊，寫明。不過唔知邊只啊？呢一隻漫畫版啊，佢寫住，咁應該係呢一隻。佢呢個普通版咧就699。係。有師兄講過呢只正漫畫版。佢都幾得意啊！你睇清楚啲咧，佢呢一個漫畫咧係印住啲英文嘅喎、哦，咁應該係當時美國版嘅小飛俠 Astro Boy 嘅漫畫嚟嘅喎，係啊！嗰啲睇嗰啲所謂生意 fat 啦，又係寫英文啦，咁嗰啲 character 嘅對話入邊咧都係寫住英文嘅，就比較特別啲咯，係啊。好。咁
係如果知道紅興玩啊 Tokyo Toys 咧嗰班好朋友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子龍啊，咁啊都係佢哋合金方面好叻嘅。啊，子龍入我哋過去喎，過去睇睇。我哋要小心啊！好，快啲。喺個 figure 入邊再拎住一個 figure， 咦？係喎，真係，係咪同？頭先你而家特登俾大家睇個製作花絮就好精細喎，呢個嘢係啊。好，影咗手中老師先。呢個係佢個自畫像喎，咁好細嘅喎。係啊，佢個兩寸都唔夠啊，一隻手指係啊，幾細只。咁啊，連埋左就有三四寸嘅。小飛俠啦，係啊。呢個係冇有冇得賣嘅咧？呢個啊，唔知啊，要問阿子龍先知喎。頭先講嗰啲嘢。呢個係贈品嚟嘅。呢個係佢個特色啊，佢個大鼻子啦，成日自畫就係有個大鼻子。呢個咧，呢個係第一大先係。呢個有冇見過租嚟？呢個係佢一個 common character 嚟嘅，佢咩名我就唔係好記得，但係佢好多套嘢入面都有呢隻嘢出現嘅。喺呢度有寫啦 ，fan 級成立，咁咧就大好啊，成個限量迎新禮品，冇講到。係，咁咧就咦？哎呀，超人，我哋咁我哋咧就唔跟住入場，不如我哋入場前問一問個訪問下超人先。我唔係記者。超人，超人，超人。超人，喂，好，講問兩句。係、hey, 你好，你好。你嚟咗喎，你係非常有名嘅。唔係呢個。超級 fans 喎。係，好中意啫。有咩感想啊？呢個梗係正鬥啦！呢個有咁嘅紀念活動，仲有香港人攞拉神做嘅呢個維港真光。係。嗰啲玩具買咗未？係。未有得賣喎。未有得賣，應該都要點樣方法都要買到咯。呢、這個要係。一間會入去睇你啊？會啊，會會會。都要三套片啊！三套片嚟，總共有。系啊，所以一定要欣賞啊！你都會入場啊嘛，呢、這個。我哋一定學，睇情況先。係係，明白明白。我問翻你啦，有機會問翻你。好啊好啊。好啊感受喺飛先發表翻。係。OK， 咁啊，頭先你置咗咩心水嗰扎玩具？嗰扎玩具咩心水啊？嗰扎玩具咩心水啊？火之鳥啦，我覺得同埋三眼仔個合金啊最正啦，呢、這個其實全部都正、啊、不過你話要揀咧，我覺得火之鳥同三眼就最正咯。係啊，入場啦，好啊 ，OK， 好，拜拜，拜拜。咁頭先阿師兄就問咧，就話嗰啲展覽喺邊？其實而家我哋個場地咧就喺，其實就喺I Square 入邊嘅 UA 嘅七樓。七樓。咁啊，當然我哋就唔係好留心，就唔知擺幾耐個展覽。但係而家現時我哋就已經啦，咁咧就暫時就其實就人人都入得嚟嘅。咁啊，因為喺個戲院嘅大堂部分咁啊做緊嘅啫。哎呀，膨脹啦！正面一次，咦，其實好 Q 嘅喎，嗰個鼻係好似一個係啊，佢個特色嚟嘅呢個大鼻子。哦，佢要揾翻個 fans 做先得。係大鼻子，哦，佢特色嚟嘅，好似即係咧，喺啲漫畫，好漫畫將自己做到，好似得。係啊，咁阿子龍話咧，有一隻咧係可以喺香港買到嘅喎。咁如果有興趣嘅 fans， 咁就要睇一睇啲資料啦。頭先嗰兩隻細嘅定係呢隻大嘅大嘢？佢應該係話呢隻大嘅。哇！呢隻賣哦，咦？咁大家要預四位數字啦。嗱，講真嘅，因為銅像咧係要呢個價噶啦。咁因為重量同埋要手工啊。咁就希望係啦。咁啊，中意嘅朋友唔好走雞啦。哦，好 OK OK OK。你可以近下。咦？魔術嚟㗎？啊！我幾驚撞玻璃。我都驚咗遇到玻璃。哎呀！子龍啲玩得魔術就係我哋咧越過咗個玻璃啊！子龍咧帶咗我哋，咦？又點解冇玻璃嘅？好驚！原來冇玻璃嘅，唉，真係有時嗰啲光線嘅嗱，哇，清楚好多喎、啊。哦，咦，哇，即係摸都摸得喎、啊，依家租幫我哋摸一下得唔得先？我睇到咧，佢呢個綠色咧，其實就唔係銅青嚟嘅喎，係嘛？好似係啲上色咁樣嘅東西啊。真係唔肯定哦。頭先我哋又冇留心聽故仔呵。合金是現貨人，合金可能現貨啩，大家可以留意，可以去翻灣仔好出名太原街嗰間玩具鋪啦，因為佢哋咧應該就東京玩具，大家都知道應該是紅興，好像是紅興啊，同一個
團體啦，係團體啦，我唔知講，忽然間諗到講乜添啦。佢舊年就好似開已經開始落訂啦，所以我行過都見到有啲神物擺咗喺度，我估係已經推出咗啦。不過要 confirm。其實如果熟阿閒姐佢就知㗎啦，係啦，咁我哋係係啦，就成立個公司啦，咁啊攞咗 license 啦，做呢個新嘅小飛俠，係啦。咁希望咧佢哋今日睇得開開心心之餘咧，新產品都賣得好啦。咁詳情嘅嘢咧，咁大家自己去揾翻 Tokyo Toys 啦嚇。咁呢度我哋。暫時就唔適宜亂咁 up 咗啲，因為產品嘅嘢咧，價錢啊、發布時間嗰啲 up 錯咗，唔係幾好。係啦，好，咁我哋咧直播到呢度啦，好嘛？因為佢哋啲嘉賓咧上曬睇戲。O K。租咧，我同阿租就同大家講拜拜先。好啦，拜拜。我哋咁樣啦。拜拜。